嗨，我现在在做热身前的补画，补画就是做一些你热身没办法做的东西，一些动作，多久？20分钟。在做肌肉的放松。对，就是。在训练或比赛前，热身前会先把自己的肌肉放松，嗯，这样等一下在活动的时候会比较舒服。度了白手，你又忘记了后白90度。哎呦！太低了，第100分要来这里的。我们做出一个拦架的动作，好，它是有点这样提的，所以有点辛苦。等下一个人一个拦架之后，麻烦一下上一下。哎嘿！下来，小白，我准备过了。膝盖拉起来，膝盖拉起来，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你可以了，完美哦，完美哦！来，蓝家降下来，帮我收到车子上，谢谢。哎，后脚推直。踝关节扣起来，慢八级。什么呀？什么？好，我们等下两个动作，第一个走路。第二个海底，后面的人呢，你稍微给他一点点阻力就好，你拉在手上就好。屁股，下来一点，不要太强的力量，不要一直往想要往前走。小心我的狗。这是我好狗狗哎。真是好险！旺旺，我太强了！有吗？太强了！好的。一记。麻烦大家把今天学到的东西啊，慢慢一步一步带到场上。好，行，报告。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请问一下，我丑。阿鲁，啊，有些跑得快的，专门传球的，我在中间呢，就是可以开出来再回来。还是反正开的比较好传，这边自己防守好的吗？没有了，我是说半场，你放半场吧。我们防守组，好，我们半场，我们在边缘。
耶、yeah! ！不管不管谁。Ha ha ha!